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2022年11月26号星期六啊。今天我们是就书香阁邀请李代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口腔卫生保健知识的一个讲座。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李代医生。李代医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获得口腔医学本科学士位。毕业后在北京市从事牙科门诊治疗。李医生于2000年移民加拿大，之后进入多伦多大学牙学院继续深造，并获得牙科博士学位，并且他在约克大学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李医生在万锦市创办了欧美家牙科诊所，为大多伦多地区华人朋友提供全科口腔治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李医生致力于提高华人牙科保健意识，并期望用学到的知识和多年的经验，用讲座的形式帮助大家解除牙病困扰。OK，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医生。好，谢谢马健。我 share 一下 screen 啊，能够看到吗？还没有，没有。没有看到你的 screen。可能要等一下。你要选择你要 share 的哪个 window？OK，我看啊。OK，现在可以能了。看到吗？现在可以了。可以哈，很清好，楚。健康牙齿伴您一生啊。好的，那我们开始哈。各位群友，各位北大的校友，大家好。我很荣幸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网上见面，跟大家分享口腔卫生保健方面的知识。刚才的马健，医生呢，是我在北医的校友啊。那么马医生现在也是在安省，是执业的牙科医生。那么马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本科毕业之后呢，考入了中山医科大学，去学习这个口腔外科，并获得了口腔外科的博士学位啊。马医生现在在这个 Richmond Hill 创建了他的口腔诊所，牙科诊所，叫富豪山庄牙科中心。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讲这个牙齿保健方面的话题啊。好，在讲这个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下北医的这个历史哈，因为北医现在属于是北京大学的医学部，是北大的一部分。可是，在我们上那个北医的时候呢，还是跟北大分开的啊。那么北医呢，是1912年。在这个民国时期，由这个中央政府创办的这个第一所专门的这个西医的高等院校，它叫做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那么在1928年，学校就改名叫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那么在1942年，这个医学院呢，它的校舍呢是。就是迁往了这个西什库的后库啊，那么就是在现在北大医院的西南方向，包括我们以前在北医上学的时候，还曾经在那边有将近1年的时间用那个旧的校舍，那么就感觉非常的旧，我想现在可能已经不存在了。1946年呢，抗战胜利之后，那还是民国时期，那北医呢就连同它的附属医院。就跟北大合并了，就叫北京大学医学院。那么共和国成立之后呢，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医就从北大就分出来了，独立建院。53年呢，改名为北京医学院。是在学院路38号建立的新的校区，就是现在的北医本部啊，就是在现在北医三院的西边啊。1985年呢。学校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那么我上学的时期呢，就是北京医科大学。
那么在2000年呢，北医跟北大又合并了，就是成为了北京大学的医学部，所以我们也很荣幸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校友啊，就是这让我感觉就是应了那句话吧，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讲座之前呢，就是就是说提一下啊，就是我们这次呢提供。只是提供一个普遍性的一个信息啊，这个我们的给大家的这个咨询呢，属于是怎么说呢？因为毕竟没有看到大家的具体情况，就是没有做具体的检查、拍片什么的，所以呢，不能就是说只下很准确的诊断。如果需要比较准确的这种。治疗建议呢，还是需要做这个去牙科诊所检查比较好一些啊。好，今天的内容呢，真的，讲一下加拿大的牙科这个行业和牙科保险、牙齿的重要性以及与全身健康的关系。主要提一下蛀牙啊，蛀牙的原因、预防以及它的进展过程和治疗方法。还有呢，就是补牙材料的选择，X 光的应用。首先提一下这个牙医这个行业哈，属于是牙医呢，属于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医学领域的一个学科。那么，作为牙医呢，需要在牙学院，我说北美啊，在牙学院经过4年的学习，那么首先是拿有一个这个本科的学位之后。进入牙学院4年的学习之后呢，毕业，然后呢就可以行医了。那么，牙医主要专注于这个口腔的疾病，比如牙齿啊、黏膜啊、腺体啊、关节啊等等。大部分的牙医呢是在这个社区的诊所啊、私人的诊所工作，也有少部分牙医呢在医院里边作为政府的雇员啊。那么他们主要是服务一些特殊的。高危的人群，比如说这个高血压的病人需要拔牙，那么有很多情况下需要到医院里边去做啊。那么牙医呢，也像家庭医生类似哈，那么也分为这个全科的医生和专科医生。全科医生呢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治疗，比如什么拔牙呀、补牙、正牙啊、根管治疗。镶假牙都可以做。那么我们也有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呢，他需要牙学院毕业之后呢，再另外的至少3年的培训，在某一领域的培训，比如说呢专注于牙科，sorry，专注于儿科或者正畸叫正牙，或者说呢根管治疗或者外科等等。那么专科医生一般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呢，他们的水平，他们的治疗水平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全科医生有些情况下，我们觉得比较复杂，我们觉得不能够处理，那么我们就转到专科医生去，请他们来治疗。那么这个行业呢，我们有一个行业要求呢，就是要持续的毕业后再教育，就是说呢，每年我们都需要。去参加培训学习，拿到学分，啊，那么，保持呢这个你的知识的更新啊，这个行业的管理机构呢叫做安省皇家牙医学院，它来规范我们这个行业行为啊，处理一些行业纠纷等等啊，哎。好，提一下这个牙科保险啊，有些新来到安省的朋友呢，新来的移民呢，他们，有时候拿着这个 OHIP 卡呢，就到牙科诊所说，可以不可以用这个 OHIP 卡？那么实际上呢，是不可以的哈。那么现在呢，牙科治疗还是政府没有来作为政府的那个包括的范围之内，不过好消息是，现在政府呢，慢慢的就是要
介入。那么最新的消息说呢，可能在12月份，从12月份开始吧，那么政府为年收入九万家庭年收入9万元以下的家庭的孩子，小孩子12岁以下的孩子提供这个补助，牙科补助，来让他们来看牙啊。那么我们安省的牙科保险呢，大部分还是雇主为雇员提供的这个牙科保险，也就叫做团体牙科保险、团体保险啊。这雇主呢，包括政府机构啊、私营的公司啦、学校啊、大学啊。那么这样的保险呢，它的保额不一样啊，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啊。那么报销的比例也不太一样，有的比例比较高，有的就稍微差一点啊。那么这是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见到最多的保险。还有就是，个人购买的保险，这个比较少。那么这个个人购买一般就是费用比较，就保费比较高，而且它保的这个额度呢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还有一类呢，就是政府、省政府提供的这个，给特殊人群提供的这个保险啊。那这个包括ODSP 啊，就是给这个残疾人士啊提供的保险啊，Healthy Smile 给这个低收入家庭儿童提供的这个看牙保险，还有就是前一两年吧推出的这个 Ontario Seniors Dental Care Program 给这个低收入老年人啊提供的。这个呢，有的情况，有些情况下呢，有些老年人到牙科诊所问，我们可以不可以做这个治疗？现在还是不行的哈，到这个牙科诊所还是不能提供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政府资助的这个保险，你也需要去特殊的政府的这个机构，政府的这种诊所才可以。好，这两张图呢，大家可能见过哈。那么这是从这个 Shoppers Drug Mart 它的张贴画从 Shoppers Drug Mart 网站下载下来的哈，有些店外边有这个画，所以看到呢，年轻人、老年人他们有一副这个很整齐、洁白啊、漂亮的牙齿，那么给人一种健康、积极向上的一种感觉。我怎么回到刚才那一张呢？这个呢，这两张是从杂志封面的人物下载下来的人物，那么也是这个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牙齿啊。我们呢，作为中国来的移民呢，来到北美之后呢，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北美的民众呢，对于牙齿的保健还有美观呢，他们比较高的这个意识很多人呢从小就定期保养、检查、洗牙、做牙齿矫正，所以呢到老呢，他还有一副这个坚固美观的牙齿这是值得我们华人借鉴的。牙齿呢也被称为我们的第二张脸，那么它有什么功能呢？首先呢，最基本的就是嚼东西，对吧？阻嚼功能，还有呢，美观。第三个呢，就是牙齿健康呢，可以影响到全身的健康。那么这两张图呢，就是很明显的对比哈。那么左边一看，很漂亮，可以感觉到这个人很健康；而右边一看呢，八成这个人不光是牙齿不好，可能还有全身的疾病。那么牙齿跟全身健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都知道牙周病牙周病是有许多的细菌的感染，在口腔里面有很多的细菌的感染牙周病的患者，那么这个口腔的细菌呢，可以那么进入血液系统那么牙周病呢可以跟这个心脏疾病是有相关性的，那么这个细菌入血之后呢，就产生这个炎症的因子，在血管的内皮呢，就是助长了胆固醇的沉积，
所以呢，有助于这个粥样硬化，所以呢，会引起冠心病、心梗啊。糖尿病跟牙周病也是有直接的关系啊。牙周病呢，能够加重糖尿病，而反过来呢，糖尿病也可以加重牙周病。牙周细菌呢，跟那个胃病也有关系啊，包括这个牙周的病菌呢，可以导致或者助长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引起胃炎啊、胃溃疡、胃溃疡等等。牙齿的数量呢，跟人的寿命呢也有正相关性。日本的研究呢表明，这个7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呢，如果呢有超过20颗以上的牙齿，那么就比那些没有20颗牙齿不到20颗的这种老年人呢，5年的死亡率降低了大约60%，这是他们的一个统计。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长者牙齿健康标准就是到80岁，至少应该还有20颗有正常功能的，不松动的牙齿啊。好，我们讲一下牙齿结构哈，因为待会儿呢要提到这个蛀牙，那么跟牙齿结构是有相关性的。牙齿结构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三层结构。最外一层呢，就叫牙釉，那么牙釉质，那么就是那层白的那种牙釉，那差不多在后边的磨牙，差不多2毫米，2到3个毫米这种厚度。牙釉下边呢，就是叫牙本质，就是发黄的这个片子上，就是发黄的这一层哈。那么牙本质稍微软一些啊。那么再往里就是牙髓腔，牙髓腔呢是一个空腔。跟这个根管都是相连的，那么主要呢就是里边有血管和神经啊。牙釉呢，是人体里边最坚硬的组织啊，它主要是由这个无机物组成的啊，占96%都是无机物，主要是钙、磷、碳酸盐。右边呢这个图呢是电子显微镜下的这个牙釉的结构。那么牙釉呢不含有细胞，没有细胞也没有血管，所以呢牙釉呢是不能再生的。那么这个牙釉是人体里边就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啊，你要如果就是没有了、丢失了、磨耗掉了，那就不会再生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保护牙釉，尽量保护牙釉，避免呢就是过度的磨耗，咬硬东西呀、咬硬物啊，还有夜磨牙呀、都要避免啊。夜磨牙可以用那个就是叫 night guard， 就是夜磨牙的咬合垫啊，那个可以保护牙。牙釉呢，牙釉质呢，虽然它是很坚硬啊，很坚固，但是呢它有它的弱点。就是说呢，它在弱酸的环境里边可以慢慢的溶解啊，弱酸环境比如说这个可乐呀、碳酸饮料啊，都引起牙釉质的溶解。那么在碱性环境啊，还有在氟化物的环境下，那么它可以再矿化，就是溶解的组织可以再变硬、再矿化。好，我们讲一下这个蛀牙是怎么形成的哈，什么原因啊？那么我们口腔里面有很多的细菌哈，不同种的细菌，有一种呢叫做变形链球菌，那么这种细菌呢，是导致蛀牙的主要细菌。那么这个细菌呢，加上唾液里面的黏蛋白呢，那么再加上食物的残渣，那么就形成了一种叫牙菌斑的物质。那么这个牙菌斑呢，就粘附在牙的表面和牙的窝沟啊。那么细菌呢，分解食物里面的糖，那么就产生了酸。那么刚才提到了酸可以使釉质脱矿。脱钙溶解，那么就形成了蛀洞，形成蛀牙。所以蛀牙呢是细菌食物和牙体三方面作用的结果。
其实蛀牙呢，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细菌感染吧，也算一种细菌感染，特殊的感染啊。那么跟蛀牙相关的因素，提一下相关因素，有几个因素哈。第一个呢，最主要的是食物啊，食品，吃什么样的食品跟会不会容易得蛀牙相关性很大啊。左边呢，我就列出了这个容易引起蛀牙的食品，主要呢是谷物类的啊，就是糖类的。那糖就包括了这个淀粉嘛，就是多糖嘛，也是多糖嘛。尤其是那个就精细的这个谷物啊，碳水化合物，比如说这个精细的面包啊饼干呐、高粘性的啊，像什么蛋糕啊高糖的 donut 呀等等啊，还有这个软饮料里面啊。含糖量也相当的高啊，再加上它的酸性，更容易引起蛀牙。那么饮食频率多的话，那经常吃东西啊，那么也是更容易引起蛀牙。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古时候人的蛀牙并不是特别多啊，不像现在这么多，因为那时候他的食品呢，就是食物呢比较粗糙啊，比较粗糙，没有那么精细，所以呢就不那么容易得蛀牙。那么随着工业化呢，我们这个大量生产蔗糖，啊，用糖，然后各精细的这个谷物类的食品，那么就是现在呢，就是蛀牙会越来越多。那右边就列出了一些就是比较不容易导致蛀牙的食品，大部分也是比较健康的食品啊，蛋白质类啊，蛋白质。包括肉啊、奶啊、蛋类，都是不容易引起蛀牙的，因为它就是发酵产酸就比较少，它含糖类比较少。蔬菜水果也是这样，啊，尤其是这个蔬菜有这个弱碱性啊，碱性对这个脱矿是有这个阻抑作用的啊。坚果啊，还有这个高纤维的这个谷物啊，全麦的啊这种谷物。都是比较健康的，第二个蛀牙相关因素呢，就是唾液的分泌量啊。那唾液呢，它是属于是弱碱性的，那它可以中和这个酸，那么可以使牙釉呢，脱矿的牙釉质呢再矿化，它是减少蛀牙的。所以呢，唾液量大是一个好处啊，是一个好事。那么人的唾液呢，在白天分泌量是比较多的啊，那么晚间在睡觉的时候，人的唾液量就明显减少了。所以说呢，你晚间睡觉之前的刷牙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就是容易蛀牙就是进展的比较快，容易引起蛀牙啊。有一些患者呢，他们有这个口干的症状啊。那么这些患者往往都有比较多的蛀牙，口干呢有什么原因呢？就是几种原因吧，自身免疫病啊，有一个就是干燥综合征，口干、眼干呐等等。那么这是一种自身免疫的这个疾病啊。还有呢就是服用多种药物，尤其是老年人啊，降压药啊，抗抑郁药啊，那么这些药物也容易引起唾液的分泌量减少。还有呢，就是口呼吸的人有不少人呢，就是鼻子鼻腔不通畅，那么他就口呼吸，那么口里边也是干燥。那么对于口干呢，怎么解决呢？就是少量多次的喝水啊，能够喝茶更好，因为茶叶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氟化物，那么对于抑制这个蛀牙有帮助。还有就是右边。我们这个 slide 右边显示出来的这个人工唾液还有这个 xylitol 这个木糖醇呢是从这个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物质有一点甜味，但是它不是它不会引起蛀牙，而且能够帮助抑制蛀牙再有相关的因素呢，刚才提到了这个细菌那个变性链球菌。
我们在临床呢看到有些病人呢，那么蛀牙特别多，但是他们的口腔卫生其实是不错的，反而呢，相反呢，有些另外一部分人口腔卫生比较差啊，这个刷牙刷的也不好，哎，反而没有什么太多的蛀牙，那这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呢，每个人口腔里的细菌的组成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就是这个变性链球菌，它是主导的，是它口腔里面主导的细菌，数量特别高，而且呢，比例所占的比例也非常高。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更容易得蛀牙，反之呢，就不容易得蛀牙啊。还有呢，就是啊，刚才提到的氟化物可以明显的帮助减少蛀牙啊。好，刚右边这个片子哈，就是放了一个电镜哈，像这个像葡萄这样的。就是变形链球菌啊，好，那个氟化物呢，它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牙膏啊，绝大部分都含这个含氟啊。那么多伦多市呢，它的这个自来水管道里的自来水也是加过氟的，这个是从60年代这个就开始了人工加氟啊，对于这个。防止蛀牙还是有很多帮助的。那么什么机制呢？氟化物减少蛀牙的机制，它是抑制了这个细菌来产酸，所以呢，提高牙釉质的强度，还能促进再矿化啊。那么对于那些就是容易得蛀牙的朋友呢，可以推荐就是用这个含氟的漱口水，就是你看右边有这个图哈。含氟的漱口水，你每天睡前呢来漱口，那么就会非常有效的来防止蛀牙。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讲那个蛀牙的这个过程哈。这蛀牙呢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这么一个过程，在最早期呢，那么就是叫做牙釉质的脱矿啊、脱钙，或者说，那么主要的表现呢就是牙面上有白色的这个斑块啊，但是呢，这个面上还是光滑的，没有蠕动啊，那么也没有症状，没有疼啊，没有敏感啊等等，那么这种情况就不需要来补牙啊。那么怎么做呢？就是定期的检查呀，那么刷牙要仔细一些了，因为这种症状呢，有些情况下是可以再矿化的啊。如果处理的比较好的话，那么注意口腔卫生。不吃这种高糖食品，有可能会再矿化。接下来呢，就是牙釉质的这个浅的蛀牙啊，这个是在主要是在窝沟里边啊，牙齿的窝沟啊，因为窝沟呢比较容易存这个食物的残渣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有这个蛀牙的洞就形成了，就是用那个探针呢。一勾就能拉住它啊，那么但是呢，它这个是比较浅啊，只在牙釉质里面，所以也没有症状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应该及时的把它补起来。那么这时候补牙呢也是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来打麻药啊。那么如果刚才那个浅龋呢，浅的蛀牙没有治疗呢，它会继续的变深啊，能够。等到它呢穿透了这个牙釉质，那它就进入到下边一层，就是叫牙本质，就是刚才提到牙本质比较软的那一层啊。那个这个图片上你看到这个发黄的这个就是牙本质。那么牙本质呢，如果在是牙本质的比较浅层呢，也没有症状。如果发展到稍微深一些呢，就是比较靠近牙神经呢，那么就会有敏感。那么它的在牙本质里边的进展速度比较快，那么这个补牙呢，如果有敏感呢，补牙就需要打麻药了，啊，最好能够拍片，能够看一看有多深。那如果刚才那个牙本质的蛀牙还是没有治疗啊，那么就它会再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就到了牙髓腔了，那么就引起了叫做牙髓炎症，牙髓炎，那么就是牙疼了，那个
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剧烈的疼啊。那么这种疼呢，被形容为这个刀割样的疼啊，放散性的疼。那么持续的时间呢，比较长，有的时候持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有的时候晚上会加重。当然这是最典型的症状了。那么也有一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啊，就有些人会有比较轻微的，有些就是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就是比较微微的有点疼，甚至有些人呢没有症状。那么怎么治疗呢？这个单纯的补牙就不可以了，就不行了啊。那么就需要到了牙髓炎就需要做这个叫根管治疗啊，大家都听说过，就是叫杀神经了，或者广东话叫渡牙根啊，就是把这个感染的牙髓给它拔出来，给它抽出来，然后呢清洗，把牙髓腔根管彻底的清洗扩大，然后呢要充填上一种像橡胶那样的东西之后再补牙。牙髓炎呢，如果没有进行治疗呢，那它疼呢，疼一阵子之后呢，它就不疼了。那么这个炎症呢就是转成慢性啊，慢性呢就是它会继续发展，继续沿着这个牙根呢，像左边这个图啊，到了根尖啊，发展到根尖。那么有些情况下呢，这个牙呢就会就是叫牙髓坏死，就是这个血供没有了，没有血了之后呢，神经也慢慢的就死掉了啊。那么这时候也不觉得疼。那么直到呢，就是这个一些特殊情况啊，抵抗力下降了，那么这时候慢性的炎症呢变成了急性炎症，那么就产生了这个叫根尖周的急性炎症。那么症状也是剧烈的牙疼，还有就是咬东西疼，有些人呢甚至会引起这个面部的这个肿胀啊，牙龈的肿胀啊，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在看右边这个图哈，右边这个就是牙龈上面有一个包，起一个包，那个就是这个叫牙龈的这个漏道，就是这个包呢，其实就是说这个根尖的这个脓啊，它从这个骨板，从那个颊侧的骨板排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反而这个症状会比较轻一些了，反而减轻了啊。那么治疗呢，也同样是根管治疗，那绝大部分就可以解决问题。好，我们下面就是讲一下这个比较常见的蛀牙哈，我要讲一下这个邻面龋。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邻面龋呢是发生率非常高的一个蛀牙。顾名思义呢，这个邻面龋呢就是发生在两个牙之间的牙侧面的这种蛀牙。那么它有高隐匿性，为什么隐匿性呢？就是说你很难看到，尤其在早期中期看着跟正常的一样，那么你除非你拍 X 线片你能够看到，看下边这个 X 线片哈，就是你能够看到这个大的阴影啊，两个牙之间的阴影，这就是蛀的啊。那么上面这个图呢，就是你看到这个很黑的这一块哈，就一看就是明显的蛀牙，其实这个呢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深了啊。那么因为这个牙的侧面离这个牙神经呢是比较近的，所以呢它比较容易引起这个牙髓的炎症啊。那么像上面这个图呢，这个右边的这个大的这个黑的这个柱的，这个基本上是应该到了牙神经的啊。那么怎么来及时发现邻面龋呢？就是要定期的做这个 X 线片的检查。那么你洗牙的时候呢，比如过一年或者过一年半，那么医生让你做 X 线片检查，那你说我什么症状也没有啊，他也没有看到蛀牙，为什么要拍片呢？就是为了发现这个邻面的龋啊。那么怎么来减少邻面龋呢？那么就是使用牙线啊，很多人还不习惯使用牙线，牙线是必须要用的。那么虽然你即使你刷牙刷得很好，那么你这个牙齿的这个邻接面还是会存这个食物残渣啊，所以一定要用牙线
很重要啊。继发取哈、啊，继发呢就是说呢，补过的牙还可以发生蛀牙啊。有的人认为就是补完了之后就没有事了，就不会再以后不会发生蛀牙了，其实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看这个右边的图哈，那么这个，补完了牙呢，那同样需要还非常好的这个刷牙呀，用牙线呢。如否则的话呢，就是在补牙材料跟牙齿的接缝的地方，那么就容易引起继发的蛀牙。有些情况下呢，就是说呢，补牙材料呢时间长了，跟牙缝跟这个真牙之间呢就有一些缝隙，材料有可能会老化呀、收缩呀，缝隙，那么这缝隙呢就容易存一些食物残渣啊，那么引起蛀牙。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看最下面那个图哈，这个补的下边这个黑一块，这个红圈里边也是继发的蛀牙。那么就是补牙呢，就是首先要把这个蛀坏的这个部分呢要完全的清除，如果清的不彻底呢，也容易引起继发的蛀牙。那么中间这个图呢，这个牙有一个牙冠啊，后边这个牙有一个牙冠，牙冠下边有一个蛀的啊，这个箭头显示的。那么就是如果牙冠呢跟牙之间有缝，有缝隙，那么也是容易引起继发区的。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补牙材料啊。补牙材料呢基本上呢就是两大类了。一个是那个龈汞啊，龈汞合金，另外一个就是复合树脂。龈汞合金呢它是就是用了很久的了哈，最近些年呢就不怎么太用了，用的很少很少的。历史久远啊，18多少年就已经开始用了啊。主要成分呢就是汞啊，只是液体汞，再加上银粉啊、铜粉、锌啊。那么就是我们看下面那个图哈、啊，这个胶囊啊，这个有一个液体，这个银色的这个，这就是汞啊，这个，然后再加上这个粉，那么在机器里面摇完之后，就形成一种像这个啊面团一样的这种东西，然后把它放在牙洞里边啊，然后过24小时到48小时它就变硬了。优点呢它就是硬度高，抗磨耗啊，缺点呢就是这个汞啊能够析出来，那么它有毒性，汞的这个神经毒、肾毒性啊，所以这个现在用的越来越少了。欧盟呢，这是2018年，它是禁用于孕妇和15岁以下的儿童。我们这边呢，我听说是密西沙加呀，好像不允许，政府不允许来使用龈汞，但是我们仍然在临床里面要拆一些龈汞啊，比如有病人他有龈汞，比如说有问题啦，要重新补啊，或怎么样，还是要拆。拆呢，那么现在呢，政府呢不允许这个，就是这个拆这个龈汞呢，直接这龈汞的这些粉末啊，直接进到下水系统，那是不可以的啊，是会污染环境的。所以呢，所有的牙科诊所里面都有一个过滤器啊，就把这个滤柱给它挡住。所以龈汞还是不太常用啊，尽量还是不要用啊。主要呢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复合树脂啊，复合树脂呢就是白颜色的，可以有不同的深浅颜色啊。它呢主要就是一种聚合物了啊，聚合物就是说俗了就是像这个塑料那一类的啊，只不过它是比较好的塑料啊。那么用这个蓝光 LED 光一照，那么就产生这个链式反应，那么就原来是这种软的就变硬了。它的优点呢就是美观，还有呢它有粘接力，这个粘接力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呢你制备牙的时候，你磨这个牙的时候不需要磨的很多啊，它可以粘接。而这个龈汞呢，左边这个龈汞呢它就没有粘接力，所以你要磨牙的时候呢，你要磨成一个方方正正的这种动型，所以要有的时候就会磨比较多啊。
树脂的缺点呢，就是它有微小的收缩啊，还有呢，就是对牙髓有点刺激。那么有的人呢，非常少，有些人呢，就是补了这个树脂之后会有点敏感啊。还有就是 BPA 这个微量渗出，这 BPA 呢就是塑料里边的一种微量物质啊，包括我们这个所有塑料制品呢，包括我们这个矿泉水瓶子呀，好像都说有 BPA 啊，什么不能在夏天暴晒啊，等等，就是说的这个。不过这个量呢，这个微量渗出都是这个量呢，都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正常范围之内吧，啊，不必过于担心。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 X 光哈，为什么要讲这个 X 光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病人呢，对于这个 X 光呢特别的排斥啊，就不愿意照啊，不愿意用。那么这个 X 光呢，是我们牙科里边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方式啊，它帮助诊断，帮助治疗啊。那么 X 光呢，当然它有一定的危害了，就是电离辐射嘛，啊，这电离辐射跟那个核辐射不是一码事儿啊。我看就是我感觉有些就是就特意夸大，就觉得好像这个辐射好像给我感觉是不是核辐射那样的，其实不是。电离辐射呢，它其实在就是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都是普遍存在的哈，当然它有些危害了，DNA 的这个损害啊，诱发肿瘤啊等等啊。那么这个危害呢，其实主要是对于这个快速生长的细菌，快速生长的这个细胞哈，对它有比较多的损害。所以呢，幼儿啊，小孩子就比较小的小孩子。那最好10岁以下的啊，那么尽量少照啊，孕妇也尽量少照啊，我们有一个就是原则吧，照 X 线啊，就是尽量少暴露啊，尽量少暴露呢，就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就是你要把这个，当然是要把这个，你看右边那个图哈，把这个身体遮住啊，这个用这个铅衣遮住，只有小局部范围啊，能够暴露在这 X 线这个范围之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尽量少照。那么，如果一张片子能够诊断，我们就不照第二张，这个意思啊。那么这张图呢，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用数字啊，直观的一个印象。那么这个牙科的 X 光片呢，到底有多大的这个辐射量啊？那么电离辐射呢，广泛存在啊，空气啊、土壤、水啊，只要我们在这个暴露在这个环境里面，就都有这个辐射。那么这个辐射呢，在高空它的强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民航的这个乘务员呢，他们受这个辐射的量是比一般人要高一些的。那右边这个图呢，就显示了不同的这个 X 线片，还有就是坐飞机。那么你这个辐射有多大的量啊？它这个都是有单位的，一个单位，0.5个单位，有一个对比。那么为了直观呢，我就计算了一下，我就列出来了。那么就四个小的牙片哈，你在诊所做小牙片，四个牙片，那的辐射量就等于你1小时的高空飞行。所以呢，你如果飞一趟中国呢，来回一去一回呢，那就从多伦多走吧，26个小时啊，你算一下，这一趟就是104个牙片啊。你如果一年回一次，一年你就拍了104个牙片了，相当于那一般人没有人拍104个，不需要这么多。所以说呢，这个辐射量你就知道了，并不大啊。牙科的这个 X 光呢，跟那个就是医学，就是全身的这个 X 光啊，拍片啊，就是比起来那个剂量小很多哈。我们这边有这个 medical chest X-ray 啊，中间这个 chest X-ray，那么比较一下就是胸片了，胸片一个胸片等于80个牙片啊。照一个胸片的话，你一天你一年照8个牙片的话，你就相当于你10年的量啊。那么就算你一个
X 线也不照，那么一年的环境辐射呢，就相当于320个鸦片，所以呢，可以知道就是牙科的这个 X 光呢是辐射量是微乎其微的，那么它的益处呢是明显大于这个风险的，所以大家不必过于担心啊。接下来讲一下常用的这个 X 光片啊，几种，最多的就是那个咬合片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咬合片呢，就是一半上牙一半下牙啊，这个光线垂直打到牙上，就是说它主要做什么用呢？就是主要还是检查这个邻面的龋齿，刚才提到那个邻面龋齿就是来检查它用的。那么当然也可以看到一些牙齿的这个结石啊，大的牙结石啊，下边这张图这些模模糊糊的，这就是这牙大的牙结石啊，还有可以看到这个牙槽骨的吸收啊，就这个牙下去一块黑一块，牙槽骨吸收。那么在你诊所里边就是洗牙的话，他让你定期拍的就是这个牙片啊。频率呢根据蛀牙的风险吧，高风险呢容易得蛀牙的人呢一年可以做一次，低风险呢2到3年一次也都可以。第二个呢就是叫根尖片，就是把整个的牙都要照出来，牙根也要照出来。那么这个呢就是什么情况下用呢，就是拔牙，如果你要拔牙的话，那么就要照一个整个的牙的片子，要看到牙根。如果说根管治疗也需要照这个整个的这个根尖片啊。还有这个看上面这个牙有阻生啊，都能看到啊。这个片子呢不需要定期拍，那么有状况的时候，你需要拔牙的时候，需要做根管，或者怀疑这个有根尖病变的时候，你才需要来照。第三个就是这个全景片，全景片呢就是把所有的牙都照上啊，还包括就是能够看到这个颌骨啊关节。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拔智齿吧，智齿因为比较靠后嘛，小片照不到牙根啊，我们要看牙根跟这个神经管下面有个神经管的这个距离啊，来判断这个拔智齿的风险。基本上就是这些。好，我就把今天讲的这个要点再总结一下啊，就是牙科保险呢很好，很重要。如果你有一份不错的牙科团体牙科保险，那么就非常的好啊。那么定期需要保养啊，每年都要检查，最好一年两次洗牙。避免。这个避免这个吃这种引起蛀牙的食品啊，刚才提到的那些这个含糖量高的呀，精细的谷物这种食品啊，还有呢每天呢都要用牙线啊，如果有蛀牙呢发现的话呢，要及时的去补起来，防微杜渐，还有就是不要恐惧 X 线片啊。好，基本上今天就讲这些吧，那个我们下边就进入答疑吧。喂，怎么听不见？马健，你把你自己 mute 了，你 mute 自己了，马健。I'm sorry，哎。我打开了，OK。那个谢谢李医生，谢谢李医生的那个精彩那个讲座。下面我们做那个就是回答一些那个观众的问题。刚刚有人问就是那个儿童牙齿矫正那个费用，儿童那个费牙用齿。啊，这个呢，这个看不同的情况吧。我给你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吧。牙齿矫正呢，一看有多严重啊？有的是比较轻微的，有的就比较严重的，比较复杂的。这个跟费用其实都有关系。我想一个大致的概念，牙齿矫正现在可能在5000到7000之间吧。专科医生可能收的高一些，
普通的全科医生可能收的低一些，啊，大致这么一个概念，五千到七千，你觉得呢，马坚？差不多。那个他那个儿童矫那个儿童矫正就是他那个就是就看首先看到那个年龄吧，因为就是有些是那个儿童我不知道是多那个多大岁数是吧？因为就是有些是要早期干预的，比如说是那个牵压那个。填鸭反核可能要早期干预是吧？他有可能是做一期或者做二期是吧？有些是有可能是等那所有的乳鸭全换完了，等到那个行家忙出了，然后那个再做是吧？所以这种情况最好是那个去牙科诊所检查一下，然后那个判断是不是那个需要立马干预是吧？另外就等于说是不是等于说那个行家早期，然后那个再做是吧？另外就是矫正一般是可以现在是分。Clear 就是像 Invisalign 就是透明牙套那种，另外一种是传统的 Bracket 跟 Wire，就是传统的那个贴片加钢丝那种，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透明矫正可能会稍微贵一些，那透明矫正它会稍微贵一些，那个 Bracket Wire 它那个可能会便宜一些。好，那个不知道是那个是不是我回答的问题。不好意思，我再进一步问一下，在这边透明矫正的话，大概的一个区间是多少？大概区间的话，就是它就取决那个它那个难度，就是那个因为透明矫正的话，它那个公司它相当于不同的 package，就是有 unlimited。有那个可能只需要七副或者是要14副的，然后那个就是它的收费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根据它难度，比如说是比较困难的病例，它需要一个 unlimited 一个治疗计划的话，它牙医他会 charge 你费，他会收你费会比较贵一些。我想的话，透明矫正有可能到4000，也可能到7000，都有可能。这个是 cover 在保险里头的吗？那个李医生，这个保险这样哈，我们也看到有些就是保险特别好的，因为保险都不一样嘛，每个人保险不一样。我们看到保险比较好的会 cover 矫正，但是大部分的保险是不 cover 的。有些保险呢是 cover 就是19岁以下的，有些保险呢是 cover。这个成年人也 cover 啊，但是不多啊，这样你要问你的保险公司才行啊。这个每个人保险都不太一样。好的，谢谢。OK，我们看一下那个下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就是有提问，就是他那个多久照一次 X 光？然后他是解释就是是否他那个 X 光是那个是否有那个危害？这个刚才其实都提到了哈，都已经提到了。对，这个多久照一次？就是根据你的这个蛀牙的这个，这个危险程度啊，是不是容易发或者不容易？一年、2年、3年都可以啊，最好不要超过3年，可以照一次，危害就很小了。刚才提到了啊。如果是有一些人，本身有一些肿瘤啊，或者是 cancer 方面的疾病，这样子照的话，比如说一年一次还可以吗？马健，你来回答吧，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好，那个，口腔颌面部的 X 光剂量来讲应该是比较小的。另外就是，即使是每年，如果说你那个几张 PA 或者 Buy-in 或者一张片，就是我想它那个剂量还是非常小，它不会影响它那个肿瘤的，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照好，谢谢。的。OK，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是，有4颗智齿，但没有问题，但是牙医总是建议要拔除，会不会影响那个前面的牙齿松动？4颗智齿都在，没有问题，没有症状，但是医生呢还是建议拔啊。这个呢，如果你的智齿呢
是祖生的，就是下颌的智齿是歪着长的，是而且长出来了，已经萌出了，歪在前面。那么这种情况呢，它容易卡食物，容易存留食物，很难给它清得很干净。那么即使你没有症状，这种情况下也应该拔掉它，否则的话呢，时间长了，最不好的情况就是把前面那颗牙，智齿前面那颗牙的后边那个面给蛀了，蛀坏了。那么我们也都看到过，就是甚至引起前面那颗牙蛀到牙髓了，牙神经了，引起牙神经的那个炎症，这是最差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拔。拔掉会不会引起附近牙齿松动？一般不会的，不至于引起牙齿松动，因为牙都有一个往前推的、往前走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不至于引起前面牙的松动。好，谢谢李医生。OK， 那个下一个问题是那个有关安省低收入老年人牙科项目提供的补助是按需分配吗？还有那个报销多少，有什么限制？哇，这个我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的理解是低收入老年人的牙科项目的治疗呢，你需要到政府的专门的诊所去进行治疗。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没有这个费用的一个限制，好，似乎没有哈，但是呢，我听说是很难，就排队排很长的队，很难拿到这个机会啊。马健，你了解吗？这个你可以。那个对对，因为我们基本没办法接诊，因为他那个就是那个按上六十五岁以上那个老年人那个牙科项目，他是在政府部门的那个牙科诊所，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没办法，基本没接诊过这样的老人。他还有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那个第一次给的800的额度，然后那个他还有补牙拔牙的具体补助，他牙医正在帮助申请，不知道报销多少。也听说过老人瑞士的治疗完全报销，说他们找的牙医说岸上不会报那么多。我觉得确实可能比较难回答，因为我们没有接诊这样的病人，都是直接把病人转到那个政府那个牙医部门去。对对，这个还不知道为什么。牙医正在帮助申请啊，不知道他这个是牙医帮助申请吗？还是这个还真是不是很清楚啊，这个要问一下你的牙医吧。对对是。好，那个就下一个问题是那个怎么理解是那个氟化物能够是在牙釉质再矿化？怎么理解能够再矿化？那个刚才那个片子提到了哈，氟化物呢，它能够抑制这个抑制酸，抑制这个细菌产酸啊，还有呢就是能够这个能够使这个牙釉再矿化，什么机制啊？这个要再查一查了。基本上我们学的是这样啊，就是让这个牙齿变得更加坚固啊，这个氟化物啊，这个渗到这个牙釉里面，让它变得更加坚固，防止产酸啊。还有什么？关键这个怎么你记得不记得？具体的机制。好，不考本科呢。它那个就是釉质，它是就像那羟基磷会使，羟基磷会使它那个钙是吧？钙。另外就是它磷酸根，它氟化物是它那个氟化物中的那个氟离子，它是取代了那个磷酸根，所以说当时就相当于是氟化钙，它那个就是。它那个更致密，就是更抑制那个菌斑中
的那个变量吧，基本上是这么意思。对对对，你这个基础知识很好，非常棒。好，谢，幸好还记得，真是。OK， 那个下一个是那个一个问题是，种植一颗大牙右侧下齿大概需要多少费用？自费啊，它是自费，没有任何牙医保险的。种一颗牙大致什么费用？如果呢，就是说骨头很好啊，如果骨头很好，不需要植骨的话，那么就可以，你拍了3D 片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去做这个种牙手术啊，然后呢，之后再过5个月，4、5个月，你可以把牙冠放上了，这是一个最顺畅的一个过程啊。如果需要植骨呢，那就比较复杂一点，那么有植骨的费用啊。大概如果不需要植骨的话，现在是一个什么范围？差不多3500块钱左右，到不了应该。你觉得呢，马坚？什么一个费用？但现在市场差不多3500左右吧。这是那个又就当个种植牙，然后那个是下后牙区，然后那个自费病人，然后那个就是，就是一个是主要是看那个对一个植骨的费用是吧？另外就等于说是看那个种植体的一个品牌是吧？如果说是你用了那个高端的种植体，用了 Nobel Stroman 那个那估应该是至少要差不多在多伦多要3500左右是吧？但如果说是你用那个韩国的品牌，有可能是2500到3000，这都有可能是。就是你自费病人，你可以去牙科诊所，你可以跟那个牙医师讨论一下，可以讨论一下那个治疗方案，讨论一下价格。就是牙医永远是欢迎 new patient 的，不用担心。OK，那下一个问题是，这个 fluoride 已经谈过了哈。这可能大致差不多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把那个磷酸根给换掉，然后那个换那个试一下。OK，可能是下一个问题是那个，就是四万素牙美白。能不能被美白啊？对。四万素牙呢？做美白其实是一个，用一种特殊的这种 gel 这种胶这样的东西啊，其实它是一个强氧化剂啊，强氧化剂。然后呢，这个牙齿会变白。但是四环素牙呢，如果是比较厉害的四环素牙呢，效果不是特别好啊。那么而且呢，这个 bleaching 哈，这个美白这个 bleaching 呢，它不是一个永久的一个治疗。比如说你用了之后啊，你用了之后效果哎不错挺好，但是过了1、2年，哎这个颜色面慢慢的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你又要重新再做，这样。总的来说四环素牙呢，美白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还有呢就是美白呢，就做这个 bleaching 呢。今年呢，就是多大的一个牙科的有一个文章，那么他的研究表明呢，这个 bleaching 对于牙是有损害的，对于牙神经的细胞是有损害的，我做过这个 bleaching 的这个美白，感觉就是敏感很厉害啊，很多人都是敏感啊，敏感达到一定程度，甚至不能继续进行下去，基本上这种情况，你觉得呢，马健？那个四环素，对，是那个四环素牙，就等于说是那看就是四环素牙，它那个就是那个灰色那个度，是如果说是比较浅，或许能够做点漂白那个什么；如果说是那个比较那个灰比较暗，这个单纯做美白比较困难。因为还有四环素牙，它还有发育还会有很多问题，有可能就是它那个形态会差点，或者有很多沟，或者很多 pit，也许可能就是通过
温镍就是那个用树脂温镍，就是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那个下面用了欧佩，然后那个再用那个树脂，然后也许跟那个也许能够盖住一点颜色，那个形状颜色可能会更好一些。也又很严重的，也许可能是需要那个 ceramic 的温镍，就是得稍微磨一下那个牙齿，然后那个曲磨，然后做成那个烤瓷的贴面，也许可能真的效果可能会更确切一些，是吧？OK，我再看一下。杨一没说。OK，牙龈萎缩引起牙缝增大，导致塞牙吗？牙龈萎缩呢，引起牙缝增大呢，这个主要是在靠近这个牙龈的部分，那个我们就是叫黑三角，就 black triangle 啊，也是容易存一些食物的，但是塞牙呢，所谓的塞牙呢，我们提到塞牙一般就是指这个两个牙之间呢，这个接触不好，牙跟牙之间呢需要一个比较紧密的接触，当你用牙线的时候要卡一下牙线，然后咔啪下去，这才是好的，这样的情况下不容易引起就是堪塞食物，有的人是牙缝很松。啊，这个用牙线的时候没有一个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就容易引起塞牙。你说的这个牙龈萎缩呢，也可以算叫塞牙吧，但是还是不是那种两牙之间的这个接触点的这个力度不够引起的。这个塞牙呢，你可以就是用牙线也可以解决啊，你牙龈萎缩，牙线可以解决，或者你用那个冲牙器，那个 water pick 也可以，甚至呢，有些人呢，他愿意把它补起来，补起来也可以，拿树脂也可以补啊，就是美容了，就是补完之后这个缝就没有你觉得怎么样？有什么补充？没什么不错啊，那个实际上不是牙龈萎缩，而是牙槽骨萎缩。因为那个牙槽骨萎缩之后，然后那个软组织接着是往下萎缩，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建议是定期的洗牙，然后牙周维护，然后那个就是那个确实就是如果说是由于牙槽骨萎缩造成的牙龈萎缩，用那个牙线可能会最简单，是吧？这是比较简单一个办法，是。这个牙周病的引起的这种萎缩还是挺常见的啊，缝大啊。没事的。下一个问题，我看看就是。师兄刚才问，接着问一下，就是说的话呢，那个牙缝还能再补回来吗？可以呀，可以补回来，就是那个牙周病引起那个牙龈萎缩，它可以那的个，呀，哦，可以。就是它是这样，就是用一种特殊的一种叫什么，就是一种 band，一种就是你这个缝呢，就是两个牙嘛，左边加一些树脂，右边加一些树脂，这样就补起来了。而这个树脂跟你牙颜色是接近的，是一样的，那么就这个大的缝就没有了，就比较那美观，补上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吗？美观，卡东西少，坏处，如果补得好的话，没有太多的坏处，我想不到什么，如果补得哦，好。好的，谢谢师兄。到哪去补啊？到你那去就可以啊。都可以，都可以，很多很多诊所都可以。你要问一问，啊，可以。好，谢谢。对，他那个就那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个叫他问就是牙龈萎缩，他那个需要做那个深度清牙吗？是不是？你来回答，你来回答。这个 这个，我觉得你就是
是不是需要深度的洁牙是吗？是这意思吗？我觉得有个，可能叫深度清洗吧，或者自是信啊，因为就是牙龈深刮了，更在深那个刮呀，有可深能刮。对，更多的是这么解释。牙龈萎缩是这样啊，牙龈萎缩大部分都是牙周病引起的，但是有的人牙周病控制得很好了，那一样这个牙龈萎缩是改变不了的，对吧？那个，所以你需要不需要这个深度的刮治？你洗牙的时候一般都会给你深度刮治的啊，这个，对，这个，你如果牙周病控制得很好，那深度刮治不是特别紧要的一个问题。OK，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到了，没关系，我们下一个接着说，就是问那个 Paradex 那个 Rinse 可以长期使用吗？不能长期使用，这个是短期使用的。Paradex 它是抑制细菌嘛，也是抑制细菌的一种漱口水嘛，它是广谱的嘛，所以它在国内是不是叫喜必泰啊？应该就是喜必泰吧，Paradex，Yes，我觉得对就吧？是。所以你这个长期使用的话，它是抑制所有细菌，那么你的这个真菌，口腔里真菌就大量繁殖，所以呢，用时间长，你可以看到你舌头会变黑变黄。啊，就是真菌，所以短期就可以了，1周2周，最多2周就可以了，就达到效果了。它主要是，这个治疗你的这个牙龈出血啊、牙龈肿啊，对吧？2周足以了，然后你以后还可以再用啊，短期用。是不是每次用的时候一定要至少用到几天？就像应该服是用你要激素一样。用个1周吧。用个1周啊，这样就可以停了。一般1周其实就可以了。是我有听说，这个用的多了牙齿会变黑或者什么，就是因为真菌的原因，是吧？对对，说的就是这个真菌的这个大量繁殖。明白了，嗯。他那拍不拍这，他就是有个就 stay，就他那个就是，不单是那个舌头那个口腔囊，就是牙齿也会变黑的，所以说一般真不建议做那个长期使用，是因也为是。我的医生一给我开的时候，可以开4、5、6瓶，就给好多 refill，所以我就想，是不是这个可以当普通的漱口水来用？不是不不是。行哈那，OK。个我一般是用在这做种牙手术前3天，然后当天以后1、2个星期，我都是让病人做局部用，就用棉签蘸一点 Paradex 在伤口那里，我一般都不会让他再做那个全口的那个 rinse。幸亏我问一下，这是下一个问题是那个电动牙刷是不是比普通牙刷更好？电动牙刷是不是比普通牙刷更？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啊。电动牙刷有它的好处啊，它有定时的功能，2分钟啊，2分钟以内它是不停的，而且它的强度，它是比较就是它有它的强度啊。那么普通牙刷也可以啊，因为我两个都用啊。普通牙刷，如果你自己刷牙，这个很到位的话也可以，因为你自己的第一，你的力度不能太大啊，要轻一点。然后你的刷牙的方式如果正确的话，普通牙刷不一定比电动牙刷就差。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说他，用的不是特别好啊，我说那个手动的哈，用的不是特别好。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你用电动当然方便了啊。当然就是说你刷牙你要把所有的牙面都要刷到啊，所有的牙面都要刷到，这个这样才比较好一点，你觉得呢？补充，补充。那个就是那个，我经常跟病人讲的话，就是说那个，其实牙线可能比刷牙可能更重要，因为就是你用牙线之后，把那个基本上是两个牙之间那个没有食物残渣，是吧？用牙刷基本上就是把那个就是把口腔清一下就行了。然后另外就是在临床中经常见，
明显的 buccal abrasion， 就是牙齿磨损很厉害，颊侧、舌侧都很磨损厉害是。我一般会建议，可能病人，而且他有特征，左边、左侧的、左侧的那个上下四五的那个 buccal abrasion 比较明显，我会建议病人用完牙线之后，用左手拿牙刷刷30秒 ，enough。否则的话就是那个磨损太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没关系，那个，电动牙刷都行，普通牙刷都行，没问题。都可以。下一个问题，他说是那个牙床萎缩，说他搞错了，没事。好。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的牙齿是黄的，但是有些人的牙齿是白的？是不是黄牙齿说明是那个那口那个 poor health of teeth？ 是，你来回答吧。你来回答。我来回答。这个有的人牙就是比较黄一点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的人就是黄一点，有的人就是白一点啊。黄一点的话，如果你不是因为吃这个什么。辅霉素、四环素啊，现在也没有人吃那个药了啊，不是因为这个药物引起的，没有什么，这个不是说代表，不是说啊、牙颜色暗一点啊、黄一点，那就是它的啊、它的硬度就低啊，或怎么样，或者抗蛀能力低啊，没有这样的，有的人就是牙釉比较薄一点啊，牙釉比较薄一点呢，那么里边的那层牙本质就透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这就显得比较黄啊，好，马健，你来补充，你来补充。这没事，这就是那个，确实有些可能就是显得黄，有些可能显得白色，这谁没办法。但是我不建议去做特意去做漂白，因为那个所有的漂白的原理基本上都是用酸，然后那个酸是那个牙釉质，所以如果说黄，如果说只要不算太黄，我觉得能接受就行了，不需要做到漂白的特别那个明显是。那个黄牙齿黄并不说明你这个牙齿那个不健康是吧？就只要是基本上是牙周那个没有出血，然后那个没有蛀牙，我觉得基本上都算健康的。OK。下一个问题是牙齿松了还有补救吗？牙齿松了能不能补救啊？这个牙齿松了，一般我们就看这个松的程度啊，基本上临床上有三个度，一度、二度、三度啊。一度呢就是松很少的松啊，差不多不到一个毫米啊。二度呢就是更多一点啊，就是2毫米啊。三度呢就是很松了啊，各个方向的啊。如果你牙一点点的松，那么呢，当然牙松的大部分的可能性还是牙周病引起的啊。那么你就要轻度的哈、啊，一度的，那你就要多洗牙，多做深度的刮治。那么之后呢，这个牙齿松动会有改善的。当然，如果三度松动的话，那基本上。就不太可能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基本上，啊，马金，那个，如果牙齿松了，那个还是需要去检查一下，另外还有需要 X 光，整个判断一下整个那个牙周的状况，还有就是那个牙槽骨的那个吸收多少，是肯定是按照牙周治疗，然后那个。初洗、细洗，然后那个深刮，然后是否以后还需要做牙周手术？那是那首先必须要检查 X 光。OK， 好。下一个问题是那个磨牙导致牙齿磨损怎么补救？哦，一磨牙导致这个牙齿磨损，怎么补救啊？我们这个磨牙的人很多啊，有很多人都是重度磨耗啊。你看那个牙面上那个牙釉就没有了，都是黄颜色的那个下边那个牙本质。一般的就是像这种情况，就是你要用这个夜磨牙的这个咬合垫
NightGuard 啊，一定要用这个保护牙齿。有的人如果说就是磨牙特别厉害，引起敏感啊，牙敏感啊，那么有些情况下可以补牙补起来，甚至可以考虑做牙冠都要看具体的情况，要看之后来进行处理。但是用硬磨牙咬合垫是肯定需要的。补充，没事，那个基本上是这样，因为那个磨牙症就是那个相关因素很多，导致因素很多，然后那个跟咬合精神紧张，然后是，但是现在基本上认为是磨牙症的导致是中枢神经的，就是对我们牙医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做的，只能做一个颌垫，就是有做颌垫这样，也许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然后那个。你是不是有大的缺损？是不是需要补？是吧？就是那个，还有就是咬合间隙，就是那个 VO，就是整个垂直距离去，是不是需要增加？是，然后那个检查完了，是不是补完牙了，也许才能够做一个颌垫。OK，好，行。OK，那个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选择电动牙刷？有，如果选择电动牙刷，这个我还真是不在行。我用的电动牙刷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啊，我用的那种，我用过两种啊，一个是那种转的，那个圆球的转啊，叫什么呀？我忘了牌子了啊。另外一种就是像就是一个跟普通牙刷类似的那种长方形的那种啊，我觉得那种长方形的那种更好一点啊。其实呢，这种高档牙刷它就是只不过是就是说它有些功能啊，什么要连接 iPad 呀，连接你的电话呀等等，我都感觉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吧。你基本的功能够了就行，还有它的强度、它的力度。电动牙刷它刷毛也有区别，那么我用的呢，我用过不同的刷毛，有的就是很硬的，不太舒服。我现在就用的那是特别软。超软的那种就比较适合于我，对，我功现在其实能我就，也用不了太多的功能，我就是最简单的功对，能。我马其实先想你。问的就是那个软度的那个问题，就是在这边买的，好像就是它是比较硬，好，原来在国内买的我觉得比较软，所以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边的话，就是推荐，比如说，稍微软一点的是什么牌子呀？在哪能买到？我用的是那个叫 Sonicare 吧。Sonicare 就是挺 popular 的，我在 Walmart 就有啊，它那个有软的，它 OK，叫什么？那个叫不叫 extra soft，叫什么？我有点忘。你去看它那个哦，叫 sensitive 好像是叫 sensitive，哎Walmart OK，，sensitive 就是我说知道了。它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好像是，好吧。好，谢谢，OK，那个。下一个问题是，那个深度刮治可以维持几年？以后还需要手术吗？深深刮。度刮治可以维持几年？以后还需要手术吗？这个是不是说的就是说，你是说就是说牙周病，整个来说就是说牙周病的深度刮治，还是说应该是，我觉得应该牙周是。手术？还是说牙周手术啊？你说牙周手术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单独的一个深的牙周袋，一个叫什么？叫 vertical bone loss，叫什么呀？是指什么呢？我觉得他想问的是深刮吧，因为他那个，是深刮呀，对，深刮是深你说，刮。我这个是，他说那个牙石，牙龈下面有很多牙石，做过手术，一个一个的做，开刀刮完再缝上去，完之后，对，这样。这个呀。这个呢，你如果说做个牙周手术呢，能够维持几年？这个呢，有很多的因素。说实在，你如果说你定期洗牙，啊，然后呢，洗牙的时候他也会给你做这个深刮，只不过不需要切开、翻开牙龈啊。如果你定期洗牙，
比较勤，然后你自己这边保养的比较好，那应该可以很长时间，我觉得应该很长时间。这个当然也根据你本身原来的这个状况有关系。以前如果你以前这个牙周袋特别特别的深啊，那么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炎症不容易控制，食物塞进去不容易出来。如果你原来的不是特别的深的话，比如你有差不多六个毫米，五根六，对，五根六还可以的，挺还不错的了。五六属于说是稍微的就是深一些了，那应该可以，应该很多年吧，我想。还需要再手术吗？我觉得不会，不应该，就是你过两年就来一次吧，应该不止。我应该是前三四年，然后最近的话又经常痛了，那建议再做一次。对，这个跟你自己的控制的有关系啊，你跟你这个如果控制不好的话，那可能需要再来吧。啊，而且你觉得呢？他那个就是既然他需要做声光的，说明就是等于说就是相当于牙周病是吧？牙周病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是建议三个月就是洗牙，就是洗牙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每天做一次那个牙周圈，就是他做那个牙周那个探诊，就整个就是看一下那个就是那个出血，还有是那个牙周袋深度是吧？就是牙周它是一个长期的。就是一个牙周基础治疗是一个很长期费力，但是又必须要做的，就是说即使是你做完那个生刮了，你生刮后之后的牙周维护也是需要的，所以说就是只能够是定期的维护，定期判断，也许需要，也许不需要，这不好说。好，谢谢。下个问题是那个什么样的智齿牙医建议拔掉？什么样的智齿建议拔掉啊？刚才提到就是阻生智齿，如果已经萌出来了，顶在前面的牙上，那么后边容易卡东西，卡存东西，啊，引起蛀牙，那这种情况下就还是建议拔掉。另外呢，有的人，虽然不是阻生，但是它是虽然是正位，但是呢牙龈覆盖，那么反复引起的这个智齿冠周炎，就是反复的牙龈肿啊疼啊，那么这种情况也可以拔掉啊。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拔？那如果你这个智齿有的没有萌出来，就或者有的完全阻生在骨头里边，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去拔除啊。马健你来。这个智齿问题就是它还是比较个性化是吧，就是说那个首先我需要一张 pan， 就是 panorama， 就是一个口腔全景片，判断那个智齿的存留，就是首先看它智齿的有保留智齿，它是不是影响就是第二磨牙，智齿前面那个牙，影响那个第二磨牙的那个是不是造成龋坏，或者说造成的牙周问题。另外就是还有判断，就是如果说是那个下颌智齿，如果说是前倾或者水平位的，它可能会有一个往前的力，就是它是不是影响那个下前牙的拥挤。所以这个判断还是那个影响的因素也比较多的，所以说是需要一张 X 光，然后那个另外就是那个就是考虑各种风险是吧，就是另外就是智齿其实建议早点拔，就是智齿的牙根就是没有完全形成，或者说是那个刚形成，它那比较松动，就是比较好拔。如果说是成年了40岁50岁这时候，它那个就是拔牙的时候它稍微会困难一些，所以就是 depend 就是必须要有一张 pan， 有一张那个曲面断层。非常好。二位医生，我看咱们就回答到目前的问题完了，咱们就可以 wrap up 好不好？好，对是，因为也挺辛苦的二位。对，没关系，因为那个我们也在群里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在群里，如果还有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在群里边再做解答，都可以的。
对的。那还有两个，我们就把这两个回答之后，我们就结束，好不好？好好，那迅速。然后那个牙齿做了填补，牙根经常胀痛，如何防治？牙龈吧，是牙龈还是牙根呢？我不知道，他说牙齿做补关牙牙根，对，牙龈应该是牙龈、牙龈呢？对。牙龈肿，牙根的那个牙龈地方肿胀啊、以前有听说，如果说里面做管什么管治，就是里面的神经没抽干净或者给分散了，经常就会牙痛，是吧？啊，你是做完了补牙之后，你牙根附近的这个牙龈会有肿，是吧？肿个包是吗？对，对，它整个三四个都肿起来。那这个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根尖的炎症，有的你如果说你的牙的洞比较深的话，很靠近牙神经，你补完了之后呢，有的人会有症状，有的人没有症状，没有症状那个牙呢就慢慢就坏死了，坏死之后呢，这个炎症啊，这个炎症是实际上是到了牙根尖的啊，根尖，从根尖之后它的炎症，有炎症之后呢，它有脓，然后从那个牙龈排出来，所以它就有一个包嘛，一个排脓那个一个管道嘛。你是这个意思吗？对，有点像那个，有点，但是有点像包的那么厚的肉，根本没有管道排出来，就硬顶在那里。哎，对，有那也有那样的，也有那样的。你就是你不觉得，实际上它是一个包，它跟里面是有联系的啊。那这种你就要做根管了，做根管治疗。要做根管，再挖掉，再做，不是，你做完根管之后，往往这个就会慢慢的自己就会愈合，能够变好。做根管已经做过了，我就怕就说，对，做过根管，但那这个的话，到底是那个牙周炎，就是下面的结石发炎，还是里面的神经？管发炎，如果神经管发炎就很麻烦，很难治。这个呢，你如果做过根管之后呢，有些情况下根管之后呢，依然会有可能有根尖的炎症啊，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是不彻底啊，有细菌残留啊，有可能。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你需要叫 retreatment。你就最好去专科啊，根管专科叫 endodontist， 你去那边，你牙医会 refer 你，啊，最好让你牙医 refer 你，你去做这个 retreatment， 他要把你的这个做过的这个根管的这些填料都取出来，重新再做，如果做的很好很彻底，那你还可以恢复正常。啊，这要命啊！比较麻烦。这个麻烦。好，谢谢，非常感谢。最后一个了哈。这个问题就是十岁的小孩多生齿没有萌出需要拔吗？你来吧。这个还是需要 X 光，就是等于说是那个判断那个必要时候需要一个 CBCT， 然后那个判断一下那个这个多生齿，关键是它有没有影响它那个其他正常牙，就是这 depend， 就是如果说影响了尽快要拔。好了，好的，那个好，今天没事。OK， 好，那 OK， 那个今天谢谢那个李大医生啊，那个花了时间，就是做了一个精彩的那个 PPT， 另外就是给我们做一个精彩的那个解答。好，谢谢马医生，谢谢朱莉，谢谢二位医生，我觉得我们特别有幸，而且我们北大资源这么多。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就可以在群里边啊请教二位医生哈。二位医生的诊所，一个在 Richmond Hill， 一个在 Markham。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可以在群里问，也可以呢，如果是信息给我的话，我也可以发到群里面去。啊，我看张渊师弟现在在不在线？在线上。要是没有总结的话，那就再次感谢大家哈，感谢所有那个参与的校友和朋友们。然后祝大家周末愉快。好，谢谢二位。OK， 拜拜。拜拜。OK， 拜拜。